事的圆缺，点点的泪像星辰挂黑夜，倒映在回忆里的画面，人分别心跟随，我拥抱这份缘的深浅，回首看见生命的不完美，对你的感谢未曾停歇。你那里需不需要有人陪？你舍不舍得到我的思念？秀眉对你背，不免过再催，陪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不缺。你那里有没有人能聊天？我想要爱你疼你像从前。秀眉对你背，天涯海角多远我都不累，牵你的手岁岁年。
信你，我一封献给了你。不要对我冷漠，不要不理睬我，怕你能不能替代我。我求你的不悔，我求你的容化，只愿你把我珍惜。给我一点关怀，给我一些安慰，我就能满足我心。爱不爱我？已经爱到快不行了，连外面的雨都爱我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一直滴雨，它别的不滴哦，就滴这个地方。好巧，好，我一边唱歌，这样子也保湿了哈，不错。那么提到所谓的爱，相信在每个女人一生当中所需要的有三个阶段的爱：父母亲的爱、伴侣的爱、子女的爱。那相信在这几个爱当中呢，担任父母亲这个角色呢，责任比较重。那么提到这一点呢，我就想到以前我妈妈，我不听话的时候，我妈妈都用袖子来给我爬。到了我这一代的以后呢，对待我们家那个肥犬，因为这个年代没得吹袖子啊，我就用衣架打。当然
爱的教育是非常的需要，但打的教育效果也蛮好的。所以呢，每次我修理完我们家那个小朋友以后，他就满肚子的怨言，就讲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凶的人。后来若干年后，他稍微长大了一点，那么有一次看我演唱会的 DVD， 他看完之后他又有想法，我妈妈是全世界最爱哭的人。如今呢，他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了，那么他偶尔也会跟他的同学讲，我妈妈是全世界最爱唱歌的人。然后回过头来再跟我讲，妈妈你不要太累哦，哦一句话而已，这个当妈妈心都酥掉了。相信为人父母的都有这种心情跟感受嘛，不管子女永永远远都是在我们心目中的最最重要的心肝宝贝。爱才会香，伊是伫倒位。